《放网经》菩萨戒本会节，诸位法师慈悲，诸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我们呢翻到，请翻到这个第七页哈、哦。我们昨天呢把这个啊、哦、慧公老人家呢，他编这个《放网菩萨戒本会节》。啊的这个方式啊哈，大体是怎么回事啊？交代过。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啊看哈、啊，第七页这边哈、啊，我们昨天呢把这个啊慧公老人家呢，他编这个《放网菩萨戒本会节》啊的这个方式啊哈、啊，大体是怎么回事啊？交代过。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啊看哈、哦，第七页这边哈、哦，先呢开始要解释这个戒本哦，先解释这个题目啦哦，那接下来就是说明这个怎么流传的哦，那怎么翻译的，然后再正式来解释戒文哦，所以我们现在看甲初哈、哦，先来解释题目。哦、当然这个题呢就是经题，那目就是品目、哦、这个所以分成有经题跟品目两科。那乙初呢，我们先来解释经题、哦、这一部经的这个为什么、哦、它为什么叫放网经，解释这个经题的意义啦、哦、放网经、哦、此一部经之通名也、啊、法藏大师书呢下面都简称藏书啦、哦、藏书云呢，梵王者呢所权义也，经者呢能权教也、哦、这边就讲到这个梵王经是就是一部经的通名啦、哦、这一部经我们一般、啊、都称它叫梵王经、哦、那这个法藏大师的书里面呢，他解释拆开什么叫梵王，梵王就是所权的义理、哦、所权势的义理，经呢就是能权的这一种教言、哦、佛陀讲了经，讲经的时候用言说嘛，我们这个时间都是用言说表达，那这个言说背后在表达什么义理、哦、就是表达这个梵王这个义理、哦、所以说梵王者所权教义、哦、所权的这个义理，然后呢经者呢能权的这个教言。那我想我们先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这一念心、哦、可以大开成 两个、哦、两大部分，一个就是本体界，一个是现象界。藏公师父常常用这样来解释，本体界就是真谛啦、哦、我们这种心清净的这种心体，它是什么？没有能所啊，能所双明啊、哦、那这个是什么？一个清净平等的一个状态，一个绝代的状态，这就是本体界、哦、我们这念心的清净体啦。那这个菩萨呢不是只有安住在体而已啊，他还要产生相用啊，佛菩萨。所以这时候悲心啊，他的大悲心一起来，这时候就有什么啊，你要利益众生，悲心一起，一定会从没有能所能所双明当中什么产生现出这个能所啊，这时候能所是什么分明立然，而且这个能所会产生什么妙用无穷出来、哦、所以我们说一心具足三大，体大相大用大、哦、所以那本来无一物，本来本体界是清净平等啊，
没有能，没有所，哦，能所双泯的状态。但是释迦卢舍那佛在他一念的这种悲心当中呢，诶，为了要利益我们，所以他就怎么样，开始讲梵网经啊，菩萨戒。所以这个梵网呢，就是什么？他要表达的义理。然后这个经呢，就是他要告诉我们的这个教言。所以就有能所啦，有一个能说的。能表达的梵网的这个义理这些概念，然后透过什么言说来讲说，所以就有能有所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了解一下哦，本来无一物，本来能所双泯，一念的悲心呢，就什么产生这种能所对应哦，那能所菩萨的这个能所出来是要利益众生的，不像我们众生，我们。起心论讲，我们一念无明妄动，开始产生什么呀？能取相跟所取相，有能有所以后，就什么？这些六处的这一种轮回生死相就很明显了，跟菩萨的这一种能所跟我们是用处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啊、哦，那。接下来说梵呢，这西国正音云呐、啊，哦，就是印度的话呢，它叫什么？梵摩兰哦，传译略啦，故淡云什么梵哦，所以这个梵呢，应该叫梵南摩啦，但是我们汉人喜欢简单，所以就叫梵。像佛，我们其实是佛陀也，我们都讲佛，不会讲那么长，哦，所以梵摩兰我们就简称梵，哦，那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此番极境啊，哦，以境中之极故啊，就是清净的意思，而且是非常清净啊，哦，那当然这个地方呢，后面就有四种的这个解释这个意思啦，解释梵网的这个意思。那因为这个也蛮长的，我就根据这个里面的大意哦，然后我大概把它讲一下哈、哦，就不我们就不看这个里面了哈、哦。那这个梵是清净意哈、哦，那清净呢有所谓的相对清净跟这种绝对的清净。什么是相对清净？就是世间的这一些有为的这些造作是都是相对清净。比如说，我们佛门唱诵叫什么？梵拜，那世间的这种歌唱叫什么？是世间的音声啊，歌曲啊。那佛门的梵拜当然是清净啦、啊。为什么？因为它是祖师大德在那一种极静的这一种心中啊，哦，在从这一种自性当中，在这种禅定自性当中流现出来的啊，这种清净的音韵。所以你看，我们唱这个《炉香赞》啊。或者我们刚刚唱一下开经偈啊，我们会感觉怎么样？内心呢会清净、哦、然后烦恼会暂时啊不会出现在投入在唱诵的时候，而且什么感觉超世脱尘这个音声，然后会升起道心。但是你世间的音乐就相对来说它就不是那么清净、哦、你听那些爱来爱去啊，恨来恨去的啊，那些歌你本来心里还没那么烦恼，结果怎么样？越听越烦恼，有没有？越听越躁郁，越听越忧愁。对，所以说世间的这些歌曲啊，它很容易怎么样？让我们倒郁增悲，就是会引导我们的那一种欲念、欲望，然后增加我们的那种悲伤啊，很多啊。你看世间很多歌都很忧愁，有没有？哦，所以。以前有一个人开车载我出去办事，然后他就说：“师父，现在哦，大悲咒有一种念法非常好啊。”我说：“我还没听过大悲咒还有什么念法，不是念中文的，就是念梵音啊。”他说：“我放给你听，我车上有。”结果我一听还得了，那是那种舞曲啊，有人把它编成舞曲，我一听我都整个人都快要跳起来。不过也表示我自己定力不好，就是说他。
用那个音韵配的那个大悲咒，虽然还是大悲咒的这一个声音，可是让你听起来没有一种极静安定的感觉，你就会觉得，因为它那个它是一种舞曲，就是想要让你跳舞的，哦，它就是唱得很热闹这样哦，所以那个音声，还有一个老师哦，他在幼儿园教书哦，结果呢，他怎么样呢？因为小朋友来嘛，那10点多都会。9点多、10点都会发点心嘛，哦，那小朋友大概都8点多，家长送过来，对，结果他发觉不对，为什么最近小朋友都食欲不振呢？奇怪，大家年纪轻轻，那个小朋友最单纯啊，对不对？说说笑笑，打打闹闹，那时间到了，饿了就吃了，不像大人烦恼很多啊。结果他就百思不解啊，哎，奇怪，为什么最近这些小朋友食欲下降这么多？后来他有一个朋友有学佛。他就问他说：“啊，你们幼儿园平常怎么样？”他就说：“哦，一来呢，就放一些音乐给大家轻松轻松啊。”他说：“你都放什么音乐？”他说：“他都放某一个歌星唱的，叫什么《珊瑚海》还是什么那个歌啊？那个是很忧郁的歌啊，听了会很忧郁这样。”结果他就每天都放那个。那小朋友后来听，无形当中啊，那个释放的那个氛围啊，那个磁场啊，唱的人的那个心就是。因为他要融进去嘛，他就是未赋新词强说愁嘛，世间人就是这样啊，所以唱得很哀伤，所以小朋友一听那个旋律听久了，每个人都说老师我吃不下，我很闹心呐、啊，心情不佳。结果他这个朋友就说，你现在开始啊、哦，不要放那一种音乐，你要改放那一种比较轻快的啊，或者比较安定的哦。那当然不太可能叫他放佛号了哦。那个结果，他改了那个其他的音乐以后，哎，小朋友没几天，他的食欲又恢复正常。哦，所以这个地方就讲说，你看清净，这个相对来说，我们佛门的翻拍就是清净。世间的这些歌曲呢，当然那是俗人嘛，他的心思都在那个情情爱爱呀、啊。那个恨来恨去呀、啊，都是那一些有为法、啊，这个的在那种八风当中得失利益呀、啊，都是在那一种状况写出来的。他当然就是不会很清净嘛，你听了会受影响，所以这是相对清净。还有我们讲泛恨跟非泛恨，那也是相对的。好、哦，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家受五戒，第三条是什么？不邪淫，对不对？不邪淫就是没有断正淫嘛。哦，所以这个叫非泛恨。那出家五众呢，一律怎么样？男女的正淫都断，所以什么叫做泛恨？哦，这也是一种相对净啊。非泛恨当然没有泛恨这么清净了。哦，还有什么？依小乘的戒来说，跟大乘戒来说，也是有净跟不净的这个区隔啊。哦，小乘的戒法是主要遮止身口，你的心念怎么起，他不管你，你起，比如说。杀戒五戒来说，哎，你有起杀心，其实不算犯戒。你如果以声闻戒来说了，哦，但是菩萨戒就遮止什么？你连什么大乘戒，你连念头都要怎么样？保持清净。所以这个以大小乘的戒来说，大乘是净，小乘就没有那么清净哦，它没有遮止意耶。所以这个也是相对的清净跟不清净。还有，以这一种修道的这种果报来说，小乘他执着涅槃，哦，认为有一个空性可证，涅槃可得，所以他灰身泯智入了什么天空涅槃，哦，但是大乘法连这个都破掉，所以这个相对的这一种清净不清净来说，小乘还有所得啊，有所得得一个什么涅槃。还是不够清净，然后大乘呢无所得，哦，连涅槃都不可得，那这个是什么？真正的清净，哦，所以这个净有相对净，那到绝对的净是什么？绝对清净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一念心体呀、啊，我们这一念清净本来周遍法界，同时又能涵容万法的这个心性，这个自性。或者我们讲佛性，或者讲缘觉，哦，它是什么状态？它是超越二元对立相的。心经常常讲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来不去。
我们那是绝对的超越所谓的清净跟不清净这种概念，它是绝代的净，这就是我们的心性。我们刚刚讲那个净都是相对待的，哦，世间的那种对比法。那心性这个它是绝代净，绝代的我们的佛性，超越这种啊所谓的清净跟不清净这样的概念，那才是真正的净。为什么这么说呢？假设我们今天有指一个净，那一定有一个什么相对的不净嘛。所以你这样的净再怎么净呢，还是没办法达到究竟。所以这时候呢，只有我们的清净本来这个心体才是绝代净啊。哦，所以这是绝代的清净。那我们常常，你看六祖开悟的时候就悟到这一念自性的清净体，所以他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他这个清净是超越这一种对待相的净，是绝代的。哦，所以而且本不生灭啊。哦，从来没有什么生灭啊，哦，这些垢净啊，然后来去啊，啊，来去就是不动摇啊，没，他也没有，他从来没有来来去去啊，没有生生灭灭啊，而且他本来就具足一切的德能，哦，然后同时还能也能怎么样，生出妙用，就是能生万法啊，哦，这是自性啊，所以我们常常我们那种绝代的清净的那个心性呢，常常喜欢用什么虚空来表述，因为我们不容易体会啊，不容易体会那一种绝代的那个什么叫状况，所以以虚空或者以明镜来做一个比喻啊，让我们容易体会说，哦，原来绝代的清净是什么状态，那个心性是怎么回事？比如说虚空，虚空真的符合绝代境，你在虚空洒香水，虚空还是虚空？你在虚空泼粪便，虚空还是虚空？所以它怎么样？它不会受到你那些垢净的那一些影响，所以它是绝代的。或者说，我们用镜子做比喻，它也是这样啊。你镜子在这边照，对对，哦，你用一盆鲜花来这边，镜子会不会变得更香？你用一个粪便让镜子照，镜子的镜面也不会变臭啊。镜子还是镜子啊，明镜还是一样啊。哦，这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心性是清净本来，而且什么不动不摇，而且能随缘应物啊，来什么照什么，来什么来者不拒，去者不留。我们的心性是这种状态，所以它才是什么绝代的境，这才是真正的范呐、啊。哦，那我们佛菩萨找到这个范，这个清净的这个体以后呢，它做什么用呢？我们刚刚它不会沉滞空寂呀、啊，它会升起什么妙用？所以依这个范，这个清净的范，这个体呢，升起什么？升起这一种用啊，哦，所以就产生这个相用出来。所以这个网呢，就是范依体起用产生的相状，就是比喻这个网，哦，这个网哦，产生这一种功能作用出来哦。那用这个网来做比喻，比喻菩萨从清净心，佛菩萨从清净心产生出来的这种相状作用。哦，那这个，所以这个网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什么差别意，一个叫劳碌意。第八页这边有哦，差别意第八页第一行哦，所以这个网就有这两个意思。哦，那什么叫差别意呢？哦，因为菩萨的这一种清净体呢，起了这个妙用以后，哦，然后呢，这用这个网来比喻什么？比喻从十信位哦，信住行相地，一直到十地，这50位阶的菩萨，他的一正二报受用境界都不一样。哦，这是差别意啦。哦，你看，比如说初地菩萨，他所现的身相，他所受用的这一种环境，他所招感的眷属，他内心的这一种自在力，跟二地菩萨呢，乃至于其他位阶的菩萨都不一样，哦，这就是什么差别相啊，差别意啊，哦，那就用网来比喻啊，哦，你看每一张网的这种大小，哦，粗细呢都不会一样，哦，甚至呢每一个网孔啊，网每一张网的每一个孔呢，其实呢。
它的那种大小粗细也会有差异哦。所以这就是什么？王，第一个就是差别意，比喻什么？菩萨这一种位阶哦，他们所现的这种一真庄严，然后功德这一种受用都不一样哦。就是所以有这个第一个王有这种差别意在。第二个是什么？劳律意啦，哦，劳律，哦，以作用来说呢，这个王有什么劳律的作用？哦，那什么叫劳？劳就是水灾的意思，律就是什么过滤的意思。哦，我们众生都被什么？都被生死大海给淹没了。哦，我们众生都被生死大海淹没。哦，就沉沦在生死大海当中，就像被那个水灾哦，被那个洪水给淹没这样。那活菩萨以他的大悲心，要把我们怎么样救出来？所以这个律就是过律，把我们给捞出来。所以这个劳律呢，这个律有是救拔的意思哦。所以这个王有什么作用？比喻什么？有救拔意啊，哦，这个意思把我们救拔出来哦。就像什么？释迦牟尼佛他怎么样现这个应化身相来到这个世间？让我们凡夫众生呢，哦，啊，乃至于二乘的这一些啊根基比较差的众生，哎，可以怎么样亲近到他，可以见闻到佛，哦，他就是呢这一个以他的悲心呐、啊，然后现为死施权，霍光同尘啊，来到这个世间跟我们一起生活，让我们能够亲近他，哦，所以这就是什么释迦佛的这一种应现应化。就是了，也是要帮助，就是劳律众生救拔我们啦。那阿弥陀佛的这种四十八大愿也是这样，佛发的四十八大愿就也是什么救拔众生啊，哦，从这种娑婆轮回的这一种苦啊，把我们救拔到什么清净的这种极乐世界啊，让我们怎么样快速方便的成佛哦。那观世音菩萨的这种寻声救苦啊，也是哦。应我们的这一种啊，这一种心呐、啊，然后马上什么，现我们所需求的这种境来救度我们，哦，所以这都是什么菩萨、佛菩萨这种，从他的悲心呐、啊，哦，从他清净的这种梵体啊，生出来这种啊作用，救拔众生的作用。所以哦，佛的三十二相里面有一项叫做指尖慢往相，哦。佛陀的这个手指张开呢，这个指头跟指头中间会有那个网状，哦，有一点像蛾蹼啊，哦，蛾啊那一种。那这个是做什么？这个就是劳碌，就是救拔众生，劳律众生，把众生呢从这个生死海里面捞出来，而且没有漏网之鱼。哦，曾经有一个法师哦，他在研究这个三十二相，就发觉说这个很有意义。他有一天在喝水，那个水杯当中呢有一只蚂蚁，哦，然后蚂蚁掉到水杯里面，他也不能把蚂蚁喝下去，他就用手一直要把那只蚂蚁给弄出来，弄老半天就是勾不起来。对，后来他读到这个佛有指尖慢往相，他想说，哇，如果假设他有佛的那个相，一下就把那个蚂蚁捞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什么？活菩萨的相都不是。都是他有那个心，然后有这样的功恨，所以怎么样，招感这样的相状出来，哦，因地怎么样，心心念念发菩提心，自利利他，要救拔众生。那果地的因地的这个发了这个心以后，开始怎么样，以恨山田念海，广修六度种种的这种功恨，最后就招感这样的果报相出来，哦，指尖慢往相，你们有没有？有的话告诉我一下，可能不容易哦。嗯，不过未来大家都会有。所以这就是大概讲这个"饭王"这两个字的意思。那凡夫的，我们凡夫没有找到那个饭的清净体，你知道吗？我们顶多是在做什么？相对的清净。我们一般呢，哦，我们没有真实找到我们那个。清净的那一个绝代的那个体呀、啊，没有找到，所以我们凡夫不叫饭王，我们叫什么？我们叫迷王，有没有？
啊，迷惘以后就什么？会有什么？情网把我们包住，跳不出来。有了情网以后，又这个成家立业啊，对这种孩子的爱，那就是爱网。哎呀，哦，就爬不出去。那最后就是整个业网，三界的这种包都把我们网住啊，跑不出来。所以哦，这个可以看出说，你看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什么？释迦牟尼佛也来这里降生啊，应现，他一样跟我们生活啊，他怎么没有被爱网、被情网、被这些业网给卡住呢？为什么？因为他内心的饭啊，清净的那个体已经显露了，已经找到了，哦，所以他不会被这个卡，不会被这个迷惘啊，心中不迷惘啊，哦，所以就不会有这些爱网跟业网，哦，就。我们因为迷惘，所以就起惑啦，就造业啦，然后就受苦啦，那就生死轮回。所以哦，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迷惘转成什么梵王？哪一天我们也是梵王哦？我们的心能够产生什么这一些啊妙用妙相出来？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故事，以前呢，哈。唐朝的时候，有一个马祖道一禅师，哦，这个禅师呢，后来出来弘法，因为法缘很盛啊，哦，所以呢，他以前的一些老朋友就想要去拜访他，哦，但是呢，他们想说禅门里面见面都要道一句啊，但是师去要问师父什么问题呢？我们怕问不好，不知道怎么样问师父，结果他们一行人都在路上走走走，在这个路程当中。他看到，有一条鸟，这个鼻头呢绑了一个绳，然后呢这头呢有一根木桩钉在地上，那一只鸟就在那边吃草，就沿着那个木桩在那边绕，一边吃一边吃，一直吃，越吃呢范围越小，吃到最后鼻子都撞到木桩了，啊，那鸟觉得不对，又绕回来，继续绕出来，再继续吃。哎呀，他的朋友就想说，对，我想到等下要问师傅了，对，然后再走一段路，又看到一个景象，就是有一只很大的蜘蛛织了一个网，哦，结果这时候有一只蝉呐，哦，它就飞过来，结果就卡在那个网上面，卡在那网上面，它就飞不动啊。结果蜘蛛看到有猎物进来了，它就怎么样上来准备要把那只蝉给吃掉，结果那只蝉就一直叫，吱吱叫，一直叫，一直叫，叫得很大声啊。哦，那另外一个。也想到说，我知道要问师傅什么问题了。结果他们跟马祖道一见面啊，跟禅师见面的时候就顶礼啊，哦，顶礼完了以后就到会客室啊，现在来说会客室啊，那就有什么问题提出来呀？结果呢，第一个人就问说，请问法师，请问禅师为何团团转？就问他看他那个鸟的样子，马祖道一禅师不假思索，马上说，只因神未断。那个人吓一跳，你有没有看到？你怎么会知道？对呀，对。然后另外一个又问说，为何吱吱叫？哦，他就看到那一幕，然后那个禅师马上说，只因丝牵缠呐，他被那个蜘蛛网的丝牵缠呐，只因丝牵缠。哇，那个人也很讶异啊，你是不是有神通啊？怎么会知道？其实呢，这个我们就不讨论，那不是重点哦。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禅师的回答，他们虽然没有看到，但是为何团团转？为何吱吱叫？就是我们描述我们凡夫众生啊，我们被那一根绳牵绑嘛，我们被那个网给捆住嘛，所以我们不得自在嘛，在那个惑业苦里面搅惑嘛，跳不出来嘛，所以才会团团转嘛。这不是很贴近我们的生命吗？对不对？那团团转把绳剪断，就什么？无限宽广的大地任你什么？任你奔驰啊，哦，然后这个因为网牵缠，只要把那个网给突破以后，对不对？海阔天空，任你遨游。所以这个就是什么？也是一个公案，然后也代表什么？描述我们凡夫啦，我们没有什么，没有找到凡，我们内心不清净，没有真实的找到清净的那个心性心体呀、啊，所以一直怎么样？被这些绳子啊，被这些网啊，三界的绳，三界的网，把我们绑住，
把我们束缚住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网中人呐、啊，在一个网中人呐、啊，哦，所以找到根源，找到我们这个自信，这个心体，这个现前里面这一种清净本来的心体，这个很关键，这才能真正的什么，具有和佛菩萨一样的这种相好，一样的这种清净，然后产生什么？殊胜的这一种妙用出来，到最后什么体跟用什么呀？一如体跟用都什么？从我现前一念心呢出来，哦，那这是现前一念心性呢，真的就是什么寂空，因为清净嘛，离染嘛，寂假随缘尽分嘛，对不对？产生妙用嘛，对，寂中哦，所以这个就是很殊胜啦，哦，所以我们这个。解释经题呢，就这样带过哦。那里面内容当然很多了，大家也可以再看一看的哦。那这里有一个问答，我想大概解一下哈、哦。这个讲说，在第八页这边，此中梵王与华严中因陀罗王何别？有什么区别？哦，这边因为我们这个华严经里面常常用很多这种。事事无碍，重重无尽来表达。哦，我们用现代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多维空间的啦，不像我们想的这种单一空间，可以互含互摄，可以互相融通。哦，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现在生命呢是活在这样的时空，其实不然。哦，所以华严经是要告诉我们这样的讯息。所以这边呢，这一个问答啊、哦，彼是帝王珠啦，此是梵王王啊。哦彼是帝释王，此是梵王王。彼王在殿，此王在床。哦，就是帝释王呢，是在什么第四天的宫殿里面。哦，他有一个第四天的宫殿有一个帝释王珠。哦，然后呢，这个梵王呢，他是什么？在大梵天王那个床，而且他这个床是用来供佛的。哦，前面有交代。哦。对，以诸梵王持此床王呢，供佛听法。他要来听佛说法，会拿这个梵王来供佛，哦，然后顺道来听法。那佛因为看到这个王呢，王孔的差别呢，哦，然后交络无边啊，各个这样交，就是织成的这一种王孔啦、啊，哦，彼此之间呐、啊，哦，然后参而不杂，而且怎么样，齐整有序啊。所以就比喻什么众生呢，哦。迷失了自己的这一种本性啊，然后造善造恶，苦乐生成啊，所有的这种一正二报的相状呢，啊，每一个众生都不一样哦，然后而且怎么样，分歧别别不同哦，每一个众生都不一样，而且各个怎么样，受用不相，完全怎么样，你受用你的业果，我受用我的业果，彼此怎么样，绝对不会怎么样，不会有错乱哦。分歧而什么呀？别别不同，哦，所以表示什么？世界犹如网孔啊，哦，这个所以这个梵王啊，哦，他是什么？比喻什么？每张网的网孔大小不一样，比喻众生生成的因果不同，各有差别。哦，那这个第四网呢？它是比喻这个帝王是用什么珠宝？织成的很特别哦，然后互相影现，哦，它这个网呢都是那种很清净透亮的天上的那种珠宝，哦，这样织成一个网。假设有1000颗好了，哦，那你看它会怎么样？每一颗跟每一颗会互相映照，所以它每一颗都可以把其他的所有999颗的那一种网的其他的宝珠的讯息。收摄到他这一颗当中，然后他这一颗呢，同时也怎么样？他的讯息也释放到其他999颗当中。假设1000颗来说，所以这个就是什么？互含互摄，重重无尽。哦，一颗含摄999颗的讯息，哦，然后999颗的讯息可以浓缩在这一颗当中。那我这一颗也可以呢，释放到其他999颗当中。所以我们常说什么呀？重重无尽啊，互含互摄啊，哦，一怎么样能够怎么样
生出无量，把这个只有一颗这一颗珠的这种讯息释放到无量颗当中，无量颗的这个讯息所以收摄到一当中、哦、所以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啊，所以它还有一点不同、哦、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哦、再下来解释这个经啦、哦、经者呢未以圣言贯穿摄持所应说义呢即所化众生故云经、啊哦、这个经呢就是用圣人的这一种语言文字呢、哦、把圣人这种语言是贯穿起来啦、哦、那贯穿起来做什么呢摄持所应说义啦就是把这些语言文字贯穿起来要表达圣人所要表达的这些义理啦、哦那这个义理要做什么来度化众生、啊、所以叫经、哦、所以我们一般说经呢有四义第一个贯第二个摄第三个藏第四个法贯呢就是贯穿文字就这里讲的摄呢就摄持义理、哦、比如说阿弥陀经一千多个字我们把这一千多个字把它组合起来就是贯把这个文字贯穿起来然后怎么样就变成我们所讲的、啊、这一部阿弥陀经的这个文字、哦、所以贯穿文字接下来怎么样这个阿弥陀经 这个文字做什么摄持义理阿弥陀经摄持什么义理这1700多个字1800个字在干嘛告诉我们信愿持名这三个重点对对、哦、信愿持名你就可以往生净土对对就是所以贯穿这1000多个字然后摄持什么信愿持名的义理然后常是什么常恒不变的意思就是祖师说跟三世而不异处十方而同尊、啊、这样的义理不管你放到哪一个时空它都不会改变、哦、比如说信愿持名往生 净土阿弥陀经这个义理你在唐朝的时候你要往生净土你要信愿持名啊你宋朝的人也是要这样啊你到现在还是离不开这样啊所以不管什么时间这个义理不会改变对不对那你在美国你要往生你根据阿弥陀经的教授你要往生净土你要不要信念持名要啊你在日本也要啊你在大陆也要你在台湾一样啊所以不管哪个时间哪个空间它都不会变的这个叫常、哦、所以贯摄常就是这样的义理、哦、这样的道理是常恒不变的哦、所以为什么叫经就是有这样常恒不变、哦、的这一种道理你看心经260个字我们每天都在练对不对那心经260个字跟我们讲的五蕴皆空啊，对不对你不管唐朝宋朝到现在这个义理不会变啊，不会说唐朝的时候五蕴都不空到现在变五蕴皆空不会吧对不对你不管你在美国不管在大陆在台湾不管你任何的时空这个义理不会变啊对不对五蕴如幻啊五蕴虚假五蕴不可得啊不会说不这个义理不变嘛对不对所以它是超越时空的所以叫恒常、哦、那世间的就不一定常了对不对牛顿定律对不对有地心引力它就成立你到外太空没有地心引力牛顿定律它就不能成立了所以它不是像经典的那种义理是什么恒常不变它就没有这个特色所以它不能叫经嘛哦、所以叫经一定有什么贯摄常还有最后一个法就是法就是什么规则道路你按照这样的规则道路呢你来做呢你就会解脱就会达到什么解脱自在乃至成佛的效果、哦、所以经典有什么贯摄常法这四个义理、哦、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第九页这个地方、哦以二呢是品目啦、哦、分成三个部分初呢标能说人二正出品名三品涅别目、哦、这个品目呢是哪几个字就是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品菩萨戒本、哦、就是能说的人就是卢舍那佛、哦、然后他的品名是什么菩萨心地品、哦、那品涅的别目呢、哦、就是菩萨戒本、哦
好，那我们先看丙出了哈，标能说人，标出能够说饭碗经的人是谁呢？哦，就是卢舍那佛说了，哦，第十页这边哦，此下是当品之别名啊，哦，这个此下就是说菩萨心地品是饭碗经六十一品当中的一品，哦。藏书里面说呢，饭碗经共六十一品，每一品都有其个别的名称，每一品都有哦。哦，啊、可惜它没有传过来，只有这个心地品啦、啊，哦，所以这个是整个那个饭碗经六十一品当中其中一品的个别名称啦、啊。哦，那古籍记云呢，卢舍那者，此饭净满，无障不净，无德不缘故啊，哦。这个卢舍那呢、哦、又叫做翻成我们 汉语啦，中国话叫净满。那什么叫净满呢？就是无障不净、哦、无障，障是 哪些障？你们应该都很清楚，三障，哪三障？就是惑业苦、哦、惑业苦、烦恼障、业障跟报障、哦、这个烦恼障、业障、报障呢都净化了，都净除了、哦、这个叫净、哦、然后什么叫满呢？无德不缘故满、哦、无德主要就是两个代表，福德跟智慧，福德圆满，智慧圆满，所以叫做满、哦、所以这个叫净满、哦、所以叫无障不净，无德不圆、啊哦、然后梵网玄义云、啊哦偶主的梵网玄义说呢，佛者梵语具云佛陀，此番觉者自解觉他觉醒圆满，故名为佛啊。哦，偶一大师的解释这个佛呢啊，很简很精要啦，就是自觉自己觉悟了，然后怎么样，同时升起想要觉悟他人的心啊、哦，自己觉他要自利他的心生出来。哦，当然自觉的心出来。然后 觉悟他人的这个行动也出来了，这时候叫菩萨。那如果呢，自解觉他都到什么，都到圆满的状态，这个就是佛、哦、所以菩萨就是因地的佛啦，佛就是嘛，我就是果地的菩萨的果地啦、哦、又云佛有三身啊，为什么？法报化、哦、法即什么？本觉性体，报乃始觉自缘，化则慈悲应现啊、哦、有处云，法身名毗卢遮那，此番光明遍照，报身名卢舍那，此番净满，化身名释迦牟尼，此番能能寂寞、哦、先到这边好了。这边、哦、就是要解释什么佛的这个三身啊、哦，所谓法身、报身、化身、哦、法身就是什么？本觉性体，就是我们什么？我们这个众生本具的、哦、这一种德能啊、哦、本具的这一种体性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梵，我们清净本来那个心体，这个就是法身、哦、那这个我们就是没有开显，每个人都有，但是没有开显哦，那所以叫本觉性体，我们本来具足。所以整个梵网经或者是大乘疗义教呢，它的重点很强调什么？我们本具这个观念，不是说你修了以后本来没有，修一修有，而是要先承担我们本来就有，本来跟佛就是一样同体的不二的，这个就是什么法身、哦、本觉性体本来就具足的这一种体性啊，本体这种德能啊，我们本来有，我们 要知道这一点、哦、本觉性体。那报呢，报身是什么？始觉自缘啊、哦、就是我觉悟到这样的道理，哎，我本来具足佛性、哦、然后这时候怎么样，趁合这个佛性开始修，修到什么？修到习气断除了，然后智慧圆满了，这时候就是什么，我们叫圆满报身啊，这时候就现出这一种无量庄严的这种圣像，这叫报身、哦、然后化呢则慈悲应现啊，
化就代表什么？你有了这一种，你的清净法身完全开显，你的报身也都具足了，修到最圆满的状态。那这时候什么？当然悲心不舍众生。这时候怎么？就慈悲来应现啊！就像观世音菩萨应以何身得度，就现何身来为众生说法啦，来度众生啊。所以慈悲应现。所以有处云呢，法身名什么？毗卢遮那啦，就是清净法身叫毗卢遮那。然后呢，我们这个中文翻作光明遍照啊，那报身呢，名卢舍那，我们这又常常会加上什么圆满报身，这一番我们这一这个中国翻作净满，刚刚有讲，恶无不净呢，善无不满，或者说障无不净呢，德无不满，叫净满。然后化身呢，名释迦牟尼，我们这一边呢，翻译叫做什么？寂寞，能忍寂寞啦，能忍就是什么？就是悲心啦。寂寞呢，就是什么？智慧。所以悲智呢，同悲智不二，然后悲智双运啊，这就是释迦牟尼啊，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这样表达其实都怎么样？扣着什么？我们的本心本性有没有？我们的本心里面，本性里面具足什么？智慧具足慈悲，所以可以开显以后呢，就会变什么？释迦牟尼，然后我们本性里面呢，就是光明遍照。我们这种本性里面也具足什么？无量德能，所以这个三身呢，其实什么都没有离开我们这一念心性都是由这念心性启发显发出来的，这念心性本具的，那下面又讲了净意呢，华严呢，皆称为卢舍那，就是六识华严啊，六识华严呢，佛呢都称为什么卢舍那？那唐义呢，皆称什么毗卢遮那？唐义就是八识华严都在唐义本当中的华严经都称佛都叫毗卢遮那。那这只是什么梵音处下？就是印度文翻成中文的差异啦，未必专以此分法报不是以这个来分法身或报身这样不是说这个在华严经的这个经文当中没有特别说卢舍那就是法身然后毗卢遮那就是报身，没有这样的分法那又呢，华严或名释迦，或名遮那，本无异同。另外呢，在华严经或者有的地方称佛叫释迦，有的地方叫遮那就是毗卢遮那，本无异同，没有不同只是称佛名呢没有分什么法身或报身唯此经呢，舍那制作了花台，释迦具百戒、百亿戒好，我们先讲到这边，这边有一些观念，待会再说。好，先休息10分钟。哦，看到第十页这边继续来看。前面这一段大概就是讲说，在华严经当中呢，对这个佛的称谓没有特别去分啦。有的地方就讲卢舍那，有的地方讲释迦有的地方讲这个毗卢遮那没有刻意去分法报啦法身或报身啦那这个地方呢，在第十页这边又提到唯此经呢，舍那制作花台，释迦具百亿戒就是这一部《梵网经》呢，它的缘起是什么？报身佛就是卢舍那佛呢，他制作什么？自己坐在莲花台上宣讲这个《梵网经》，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呢，他来流通这个菩萨戒，所以我们一开始整个菩萨戒这个下卷一开始就是我今卢舍那方作莲花台，有没有？周匝千花上复现千世家，一花百亿国，一国一世家。然后这个就是在描述什么？这一部经的缘起，它比较特别，它有这个。有一点是
报身佛来说，然后什么释迦牟尼佛呢听到报身佛来讲这个菩萨戒，然后转述给我们、哦、所以他有这个报身跟这种啊化身的这一种简别啦、哦、那之前的经里面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区隔、哦、主要是要交代这个观念。那这边又其实又强调一个观念，就是其实当知什么三生啊、哦、三生是非一非异啊，机缘不同，见一异耳啊、哦、我们都知道佛有三生、哦、三生就是法报化三生。为什么说非一呢？就是它的相用不同。法身是怎么样？无形无相啊、哦、绝代清净平等广大周遍啊、哦、这是法身离体就是这样。那报身呢就是无量的相好庄严啊、哦、因为报身是这个你所有的功德圆满以后呈现出来的一个相啊，所以当然是无量相好啊、哦、那化身是随缘应化示现啊、哦、所以这个它的相用不同。那非异代表呢体性是一啊，都不离现前一念心性，都是我们现前一念心性所显现的啦、哦、所以法报化三身呢就是我们这一念心的体、心的相、心的用，可以这么说、哦、我们清净本来的这个心体呢、哦、开显到极致就是法身显现了，就是法身佛、哦、那这个离体呢是唯一啊，它不变的、哦、所以 就像什么，就像天上的明月这样，月体啊、哦、这个天上这个明月这样、哦、那这个有了这个清净的这一种体呢，然后开始起用起修呢，造载永劫积功累德修种种的这一种功恨呢，那这个是以什么到最后圆满的时候呢，这个是都是智慧为根本，以智慧为根本然后修的这一些六度万恨啊，所以这个相的这一种成就主要是智慧所成，那智慧就是光明，所以就是月光哦、所以法身呢就像这个月体天上的明月，报身呢就好比什么月光，也是非常的光亮遍照这个虚空大地啊、哦、然后应化身呢就像水中的月亮一样，就像月影啊，水中月啊、哦、就是一月映千江啊、哦、就这个这一种道理，天上的明月就一个，但是可以什么千江有水千江月啊、哦、随众生的需求啊、哦、随众生的心啊，然后它就会引现啊、哦、不同的这一种啊状态啊、哦、就好比明月映到水中这一种道理、哦、那如果以我们更现代来说，这个法报化三身我们可以用个方便比喻，法身就好比电，对不对、哦、电、哦、电是平等的普遍的啦，对不对哦、然后呢这个报身呢就好比电器、哦、电锅啦冰箱啦有没有、啊、冷气啦、哦、麦克风啦，这都要电啊，对对，然后这个化身就好比它的作用，对对， 你这些东西只要什么插上电它就会显出不同的作用出来，对对，电灯可以发亮，冷气可以让我们降温、哦、麦克风可以发出声音，冰箱可以保存食物不会让它坏掉、哦、就是各有各的作用，但是它怎么样，它都是什么从电器，有这个电器的这个功能发挥出来，那这个电器为什么能发挥这个功能，因为什么呀，因为有电嘛，有这个法身离体啊、哦、那这一些呢其实呢不离现前念心性、哦、所以法报化三身、哦、非一非异啊，机缘不同见一异耳啊，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众生的根基不同，所见的佛身也不同，有一些人从头到尾都看到化身，比如说我们、哦、或佛陀时代、哦、我们当然我们看到的大概都化身、哦、除非很特别的因缘、哦、那一般我们假设像观经里面讲九品往生，见到的都是佛化身来接你，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没有破无明，没有显佛性，
见不到什么庄严高大的那一种报身相，见不到。那有些根基力的呢，哦，这些大菩萨他就见到报身佛，就像别教圆教的根基啊，哦，那所以这里讲非一，其实就是异啦，就是不同有变化的意思。从这部经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他先见到报身，见到报身佛来讲《梵网经》，然后再辗转哦见到什么化身的释迦牟尼佛来流通菩萨戒，哦，所以这个就是这边讲非见一异而啦，哦，大部分呢是只看到某一个相，但是呢立根的人哦，那些法身大士他看到的是不一样，他看到卢舍那佛说《梵网经》，他又看到呢辗转由释迦牟尼佛哦应化身佛来流通菩萨戒，哦。好，那接下来又说什么？说者乃大圣垂旨，四遍宣讲也啊。哦，藏书云：原因应机演之妙理，故云说啦。哦，这个说呢，就是什么？大圣就是佛陀，佛陀呢，以他无尽的悲心，哦，然后以他事无碍的辩才来这一种为众生来宣扬啊，哦。宣扬什么？宣扬这一部《梵网经》啊，以这里来说，哦，来宣扬这个菩萨戒，哦。那法藏大师的书里面说到什么呢？哦，原因应机演之妙理啊，叫说啦，哦，原因哦，佛的音声是什么？圆满的啦，哦，而且什么呀？它可以应所有众生的根基，然后来演说什么？相应于众生的这一种妙理呀，啊，哦，所以《维摩经》里面常有一个偈颂来描述佛这一种说法的这种不思议境，叫"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皆为世尊同其语，施者神力不共法。"哦，就是佛陀他以一个音声在宣说佛法，但是呢，现场所有的众生呢，随类啊，不管你是啊天龙八部或人道，哦，或这些阿罗汉或者大根基的这些大菩萨，每个人都听到什么？他自己相应的义理呀，随类各得解呀，哎，皆为世尊同取，而且每个人都认为世尊是针对他说的，哦，所以佛陀有这样不可思议的这种神力呀。那藏书云：何故经首别标此名啊？哦，为简于经是释迦化身所说。哦，为什么在这个经的最前面要标这个卢舍那佛说呢？啊，因为一般经典呢都是什么化身佛，就是释迦牟尼佛说，但是这一部《梵网经》新地品呢是什么报身佛卢舍那佛说啦。啊，又梵网志下呢标此名者啊，别于品也。啊，另外什么梵网这个志下啊标，为什么要标此？这个词代表什么新地品啊？为什么要标新地品这个名呢？这是代表什么？别于品也啊！哦，梵网一部大本之中，维持平等是舍那说了，于品应是释迦说故啊！哦，就是说，为什么梵网经呢？下面还要标这个新地品？因为梵网经呢，一共61品，哦，然后呢，菩萨律藏没有传来，所以我们可能只有什么新地品是什么？报身佛说，那其他品呢，应该是释迦佛说啦。哦，当然这也是法藏大师的一个猜测啦。哦，他也是这样哦。然后义集大师疏啦，哦，以下简称集疏。哦，集疏上面怎么说呢？上卷新地品舍那智说，今此戒本呢，释迦所说，推功在本，故引彼说啦。哦，就是上卷新地品呢，啊，很明显就是卢舍那佛啊。哦这个报身佛亲自呢，哦说的，然后呢，今此戒本就是下卷这个菩萨戒呢，释迦所说，这是释迦佛哦来啊流通的来跟大家讲的，然后推功在本，但是呢，推就宣讲菩萨戒的最初的缘起是卢舍那佛宣讲，还是卢舍那佛说了？哦，那释迦牟尼佛听了以后再辗转跟我们说。哦，所以
菩萨戒的这一种源头啊，追本溯源还是什么？还是卢舍那佛说了哦。所以这边讲故云彼说啊，就是报身佛这个卢舍那佛说哦。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说，哎呦，这个菩萨戒是非常尊贵，而且非常清净的无上的这个传承啊，是报身佛所宣讲的哦。那接下来丙二哈，正出品名，正式列出这一品的名称啊，这一品的名称叫什么？菩萨心地品啊，哦，好，我们看到第十一页哈，这一品正式的名称啊，玄义云呐哈，菩萨梵语具云，摩诃菩提直地萨埵，此番大道心成就众生。或翻觉有情，或云大事，或云开示，以其依四地境发四弘誓，还大假咒，能为难事，上弘佛法，下化众生，悲智双运，故获此名。今略去六字，但称菩萨。哦，这一段是藕益大师的《梵王》哦，《梵王经》的这五重玄义里面，他解释什么叫菩萨。哦，菩萨呢？也是简化的名称啊，它在这个梵语里面，据完整的来说叫摩诃菩提直地萨埵，哦，摩诃叫翻译叫大，菩提呢就觉，然后直地萨埵呢就是有情，就是大觉有情，就是有大觉悟的有情啊。好，哦，那我们这一方呢，中文翻成什么？大道心成就众生，哦。或翻觉有情，或翻什么觉悟的有情也可以，或云大事，或翻什么，有的地方叫做大事，哦，什么叫大事？简单讲就是能过什么呀，行这个上求下化自利利他的这一种伟大的事业，所以叫大事。或云开示，哦，就是 以这个佛法开导众生呢，入佛的知见，哦，这个叫开示，哦。那下面又讲，以其依四地境发四弘誓啊，还大假咒，能为难事啊，哦，就是这就讲为什么菩萨他怎么来发心呢？发这种大心，依四地境啊，哦，四地就是苦集灭道，然后发四弘誓愿，哦，为什么菩萨是原众生来发大悲心、发大誓愿的？因为他看到。这么多众生都在生死苦海，都在受这些苦，所以呢，缘众生的苦，所以想要让众生离开这个痛苦，所以呢，发了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哦，缘这个苦，发了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这一个四种誓愿，第一个愿。那为什么会有苦？为什么会招感这个苦？就是极地啊。那众生为什么招感这个苦？因为有烦恼嘛。所以你要。离开痛苦必须要什么呀？断除烦恼，哦，超越烦恼，所以烦恼无尽誓愿断，哦，所以因为苦，所以怎么样？要离开苦，所以离开苦就要断集，哦，知苦以后要断集，断掉什么烦恼，哦，所以烦恼无尽誓愿断，这是世间的因果啦，哦，苦呢是世间的果报，那世间的果报怎么来？这种苦果怎么来？因。因是什么？就极地由烦恼惑业去招感的，哦，然后呢，那怎么断烦恼呢？就要修道了，哦，就要用种种的方法了来怎么样超越这个烦恼。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发一进一步又发这个这一个宏愿，哦，学习无量的法门，然后帮助断除一切，帮助自己乃至众生断除一切的烦恼，哦。然后就没有什么苦啦，哦，那最后怎么样？烦恼都没啦，苦也没啦，这时候怎么灭？哦，就灭地啦，灭道啦，哦，就得到什么佛道无上誓愿成啦，哦，所以这个道跟灭呢，就是出世间的因果，哦，我修无量的法门，哦，然后超越了无量的烦恼，最后怎么样？达到什么极灭无为的？啊，这一种清净安乐，哦，就是成就无上的佛果，哦，
那发了愿就要开始起修啦，以恨山来填愿海啊。所以接下来说还大甲胄啊，就是穿啊，还就是穿的意思，穿上这种大甲就是战甲哦，战士穿的那种盔甲哦，这个胄就是头盔啦，还有战甲哦，就像韦陀菩萨这样哦，那个披那个这种盔甲，然后什么作为佛教的护法这样，拥护佛法，嗯。能为难事啊！哦，这时候呢，因有穿上这个盔甲，哦，所以，哦，头盔战甲，所以能为难事啊，能够做什么？人所不能忍，哦，行人所不能行的这种难事啊，哦，那这个当然在上求佛法、下化众生的过程呢，一定会遇到啊，哦，你要行菩萨道，不可能一帆风顺，哦，所以需要有什么？忍辱的盔甲，哦，所以需要难忍能忍啊，难行能行，那更需要什么？智慧来做引导啊，那当然有悲心做动力啊，所以悲智双运啊，哦，故获此名啊，哦，所以怎么样？叫做什么菩萨？哦，今略去六字啊，但称菩萨。哦，所以现在呢，略去什么六个字，叫做简单叫做菩萨。哦，所以菩萨它是什么？以大悲为他的这一种用啊，以大智呢为他的体呀，啊，因为有智慧，所以他不会什么铸造生死，他不会染着生死；因为有大悲，所以什么他不会铸造无为，不会铸造涅槃，所以什么他可以什么呀？无为心内起悲心呐，啊，哦，他可以从这一种清净的这一种。智慧当中升起什么大悲的妙用，就像观音菩萨这样啊！哦，智者大师译疏呢，以下简称译疏哈。云呢，品名呢，心地者，亦是譬名啊。心品内所明大事要用啊，如人生之有心啊，人种万事啊，人生圣国为大事所依，一眼如地也啊！哦。这个菩萨再来解释这个心呐、啊，哦，心地。这个智者大师的译疏讲，品名心地者，哦，这个心地呢，也是什么一个比喻的名称，哦，说明什么呀？这个心呢，对菩萨的重要，哦，就好比什么人的身体有心，所以能够怎么样，总万事啊。能够总理呀，啊，哦，同理呀，啊，总摄所有一切的事物，哦，那菩萨有这个心，所以什么能够修六度万恨啊，能够利益无量的众生啊，能够产生种种的这一种啊，菩萨该做的这一些啊修行，所以未来能够产生殊胜的果报。所以心呢是大势所依啊，我们这个心性啊，就是菩萨他所依止啊，他的。依止处啊，一言如地也啊，哦，这个义理呢，用比喻来说呢，就像大地一样啊，哦，这个心呢，就如大地哦，它能够什么承载，能够长养一切万物啊，一样啊，心呢，啊，能够总万事啊，哦，进一步能够生万国啊，就是生圣国啊，就是前面讲的哦，所以这个就是智者大师在解释这个心地啊。这两个字啊，哦，那后面莲子大师进一步解释这个发音，我们就略过啊。然后法藏大师的书呢，解释这个心，我们也略过哦。心地，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第12页，我们来看解释这个品哈。玄义云呢，泛于拔取，此番为品呐。哦，这个藕益大师的《泛网玄义》里面提到，哦，什么叫品呢？哦，印度话叫做拔取，那中文呢叫做品。哦，品者类也啦，哦，就是异类相从啊，故名为品啊。就是文字的义理呢，类别相顺从，哦，就把它收摄在一起，叫做品。哦，比如说大家都听过普门品，哦，那普门品呢，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它都在描述什么？
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随类应化，然后救度众生的这一类的事情。好，所以就把它把这一类的好、哦、相顺从的同一类的这一些文字，把它聚合在一起，叫做品。哦，此经有120卷61品。哦，梵网经在印度有120卷61品。经为什么？第十菩萨心地品上下2卷。哦，但是呢，流传到汉地呢，只剩下第十品。哦，菩萨心地品，然后上下2卷。舌师送出呢，这时候由鸠摩罗什大师呢把它背出来。然上品呢是上然上卷名30心10地，为入佛果之根源；下卷名10众48清，又为行菩萨道之根本。性修因果，义理其周，饮一滴而至大海，烧一碗而聚众香，为贵精修。不是多疑多也啊、哦、这个地方呢、哦、讲到说什么然、哦、上卷、哦、上卷是说明什么三贤位还有十地圣位的这个菩萨、哦、他们的这一种修正的这个方法跟内涵、啊哦、那三十心十地为入佛果的这一种根源、哦、这怎么说呢？因为梵网界呢是佛性界、哦、所以我们诵梵网经有一段话叫光明金刚宝界、哦、是一切佛本源，一切菩萨本源，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没有？所以它是什么？佛性心地界啦、哦、所以它是站在一切众生跟佛不二同体的角度开始起修的，这个叫称性起修，称和我们这一念本性啊、哦、本质具足的这一念心性开始怎么样？开始来修这些六度万恨，找到根源、哦、同体不二再开始修、哦、那这时候所修的六度万恨、哦、都不离现前一念心性，不都没有离开这个本体，所以这个叫全修在性。哦、那这样的修行是什么？以圆满的知见，以佛的知见、哦、然后来起修的，那当然他会成佛了。你以佛之见修当然会成佛，而且什么？他速度是非常快的、哦、叫做日节相悖啊、哦、祖师讲叫日节相悖，别人修一节你修一天，为什么？因为你是站在跟佛同体的角度开始起修的，所以这边讲唯入佛果之根源啊。哦、所以这边讲的这种三贤十地的菩萨，他们虽然位阶上有差别，可是呢他们一开始的起修的这一个因呢都是什么？以佛性界，以这个心地界、哦、以佛同体的这个观念开始起修、哦、所以它是入佛果的根源、啊哦、如果今天我们不是站在这样的知见，站在这样的佛性界的同体不二的这个角度来修呢，那你不一定会成佛。阿罗汉就不是了，阿罗汉他开始就要入空寂，所以他修到最后他不会成佛、哦、那世间人为了求世间福报，为了求安乐的果报的，他怎么修修到最后都是人天有肉福、哦、所以这个就不可能是入佛果的根源。正因为什么？这边讲的、哦，他是称性起修了，以佛性呢啊这个知见起修，以佛知见起修，所以他是入佛果的根源、哦、那有了入佛果的这一种知见呢、哦、来起修，可是理上来说是这样、哦、我们当然理观的部分我们有啦。那以这个梵网经来说，实际下手术怎么修呢、哦、就从什么下卷名10众48清界，就是行菩萨道是根本啊、哦、以持守这个10众48清界呢来作为四修，来开显什么那个所谓的离体这个佛性啊、哦、所以这部梵网经其实呢理事具足，理事无碍、哦、
他一开始先彰显佛性，然后依趁着这个佛性开始起修，而且下手处很明确，叫我们持诵十诵四八清戒，依这个怎么样来作为很明确的下手处。好，所以后面讲性修因果，义理其周啊，哦，就是什么？他呢，这个性德修德，哈、哦，还有这个因果呢，这样的道理呢，都非常的圆满完备啊，哦。所以最后偶主说什么？引一滴而至大海啊，哦，虽然这个大海呢，非常非常的宽广啊，那我们要知道它的味道，不需要把大海水都喝光嘛，我们只要喝一滴，喝一口，哦，我们就什么知道大海的味道了。那这就那烧一香而聚烧一碗而聚众香，哦，我们把很多的香呢，哦，抽合成这个香丸，哦，那你只要烧一碗，你就知道所有香是什么味道，你不用每一碗都烧啊，哦。所以这表示什么？虽然只有什么上下两卷哦，这个菩萨戒哦，放菩萨只有上下两卷，放两经只有上下两卷，但是呢哦，引力低而至大海哦，烧一碗的居中香，我们只要怎么样好好的违贵精修啊，我们好的专精来修学哦，不事多矣，你不需要学很多，好好的一直放往菩萨戒来修呢。就能够掌握这一种成佛之道，掌握这种菩萨道的这种根本精神啊！哦，所以不是多疑啊，唯贵什么精专？你要专精的修学哦，就好比其实练武功也是这样。你看练武功，有的人每一种武功都练，但是真正的上场的时候，每一种都没办法施展得很好。对，那有的人他只练一招两招，但是怎么样？他这个练的深入的时候，用起来就很顺，很有力，哦。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体会说，也是给我们信心啊。哎，想说，哎呀，这个那只有这么少，那我们能61品，那只有一品而已，而且还是罗什大师背的，那我们会不会这样呢？没办法真实的掌握到呢？哦，藕益大师告诉我们，哦，引一滴而至大海，哦，烧一碗的聚众香，不用担心。你只要专精呢，哦，精修专精修学，一定怎么样，可以达到什么菩萨道、成佛之道的这个要点，没有问题哦。第三个是什么？品类别目啊，哦，就是心地品中呢，个别名称呢，哦，叫做什么？菩萨戒本啦，啊，哦，哦，我们看到这个第12页这边哈。哦，此品类之别目也啊，即书云啊，菩萨戒本者，此是略名。若具存本名，应云菩萨十众四十八清戒。菩萨十众四十八清戒者，250戒通三乘，此58戒为智菩萨，简通取别，故标菩萨。哦，好，先到这边。此品类之别目也，哈，这是心地品下卷哦，个别标题就是什么菩萨戒本，哦，那这个集书云，哦，菩萨戒本呢，哦，是一个省略的名称，哦，具足应该称作什么菩萨十众四十八清戒，哦，那为什么要在十众四十八清戒前呢，安立菩萨这个身份呢？哦，菩萨这两个字有什么特别的意涵在里面呢？哦，当中有十众四八清戒，为什么讲是什么菩萨十众四八清戒？为什么前面还要标菩萨两个字？那下面就举一个例子来说了哈，哦，就举这个比丘戒，比丘戒有250条，哦，它是通这个三圣的，哦，声闻缘觉菩萨，三圣的出家佛弟子呢，他们都应该持守比丘250条戒，所以菩萨应该也要什么持比丘戒啦，哦，而且250条都要持，哦，这个叫轻重等持。那比丘戒也是菩萨戒要持的啦，那怎么不称菩萨戒呢？因为什么？58
十众加四十八清戒，刚好五十八。这五十八条菩萨戒的戒法，佛陀是单独制定菩萨要来持守的。好，所以现在就简别融通，采取菩萨特别要持守的戒条。所以在这个戒本的前面呢，标明这个菩萨这两个字这个名称。哦，标上菩萨呢，就知道说这十众四八清戒是菩萨特别要什么要持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十事根本则犯世界。十事根本犯者世界，故自众名。六八之条呢，为垢心行，故立清称啊。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这十个事情，这十件事情是菩萨道当中的根本，如果违犯了就会失去菩萨戒的。所以佛陀治什么，它是属于众戒。那六八之条为垢心行，故立清称啊。六八四十八嘛，就四十八条清戒呢，是支条。犯道的话就是犯道清戒，为什么？唯独染污菩萨心行，菩萨的心行就是菩提心啊，心就什么不清净呢？那心不清净就不能累积啊菩萨道的成佛之粮。因为犯到这个菩萨戒呢，菩提心不清净，所以这个菩萨的资粮呢，就暂时没办法继续累积啦，就有这样的过失，所以佛就安立为什么清戒。所以以上是解释菩萨十众十八清戒为什么会这样讲，为什么叫十众，为什么叫四十八清。然后孝顺至子，故称为戒啦。这是解释这个戒。梵网经呢，讲这个孝名为戒，义名至子啊，就是说孝顺，菩萨戒特别强调要孝顺，不能违背我们的什么，要孝顺什么，孝顺我们的佛性啊，不能违背我们的佛性，要显化我们的佛性啊，这个就是戒。那什么是佛性？六祖慧能大师说，无二之性即是佛性。当心能够跟无二，就是什么叫无二？就是清净平等啊，没有这一种啊自他啦、高下啦、你我啦啊这种相对象。所以无二之性啊就是佛性。就是达到一种绝代清净平等，没有我人众生受者，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高下美丑，这种心佛众生呢，这种平等不二的那一种状态，这个就是佛性。那一个人能够孝顺，能够随顺自己这样的这一种心性啊，这种佛性，那自然能够防非止恶啊，自然不会去犯戒啦。所以孝名为戒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反过来，为什么要犯戒？因为我们落入了那种恶缘对立相啊，落入那种爱憎取舍啊。那所以呢，很自然身口心有起这样的心，就是不随顺佛性啦，产生对立相啦，产生恶缘相啦，这时候呢就不随顺佛性，那不随顺佛性呢，产生这种对立相，自然就很容易怎么样去犯戒啦，身体去造作，嘴巴去讲啦。所以佛性戒是根源，是真正的什么持戒的核心要点啊。这个地方讲，所以梵网经讲孝名为戒，义名至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常常师父常常勉励我们要持禅定相应心地戒。这个观念也是雷同我们这边讲的梵网经的这个孝名为戒啊，持这种心地戒啊。那这个心地戒当然你要怎么有戒相来规范啊。但是核心你怎么持得好，就是要发明心性啊。所以讲来讲去就是这个观念。那再往下看呢，此十众四八清戒约法则为大乘所制，救人则为菩萨所持。戒本者，今此戒经为戒行本也，又此戒行呢是菩提本，
如经云，戒为无上菩提本，应当一心持净戒啊。又此略说为广本也。藏书云，凡非止恶为戒，标略亦广为本啊。接下来讲解释什么叫戒本。这个十众十八轻戒呢，约法则为大圣所制，救人则为菩萨所持。依法来分的话呢，佛唯独要修大乘法的人呢，来持守啦。那救人来讲，唯独是什么？菩萨需要受持啦。今此戒经为戒行本也啊。戒本的意思就是菩萨所受持的戒经。那这个地方呢，第一点，它是菩萨戒行的根本，所以叫戒本。我们为什么叫心呢？为什么叫地呢？就是根本的意思，行菩萨戒行的根本。又此戒行是菩提本。菩萨戒行是什么？未来证的菩提佛果的根本。行菩萨道目的就是要什么？成佛。那怎么成佛？就是要如理如法。怎么如理如法呢？就是要依照菩萨戒来行，来落实，这样才叫如理如法。所以华严经呢就讲什么？戒为无上菩提本啊。13页这边，戒为无上菩提本，应当一心持净戒啊。戒是什么？证得无上佛果菩提的根本。所以我们想要成佛，就要一心一意的来持守这种清净的佛戒。当然从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呢，乃至于菩萨戒，都要好好的来持守。接下来又说什么？又此略说为广本也啊。第三点就是这个戒本是一个略说，他把条目列出来而已，文字不多。它是61品呢菩萨广律的根本。就好像比丘戒有8000多个字而已，它是什么？四分律藏。这个60几万字的四分律藏的根本。那比丘律藏呢，根本的这些四分律藏这些根本的文字呢，就是比丘戒本都怎么都浓缩在这个比丘戒本里面啊。那因为60多万字的四分律藏我们根本背不起来啊，我们看一品就要花一个多小时，那一天看一品就要好几个月才看得完。所以不是我们一般人这种心力能够什么受持，所以我们能够把比丘戒本呢把它背起来，把它诵一遍就不错了，把这个根本文字呢摘录出来，这个就是戒本。所以叫做比丘戒本。那菩萨戒呢也是一样，叫做菩萨戒本。这个意思一样。藏书云，凡非止恶为戒，标略亦广呢为本。法藏大师的这个书呢，就是讲这个第四点，因为他能够怎么样，凡非止恶称为戒。里面讲这个菩萨呢，这一条应该做，那一条不应该做，有这种防非止恶的这个功能，这称为戒。然后呢标出省略呢，表示它异于什么菩萨戒呢广律的名称啊，所以叫做称为什么本。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菩萨戒本能总持，能包括广律的要义。从戒本我们可以什么知道这样一个消息啦。就像声闻戒也是啊，声闻戒那么多，声闻律啊那么广，律藏那么多，我们怎么可能完全受持？所以呢我们就以这个比丘戒本就可以怎么样收摄整个菩萨律藏的要义，整个声闻律藏的要义啊。一样，虽然菩萨律藏没有过来，但是呢我们依照这样推论呢，我们只要持守这个菩萨戒本，就可以掌握什么菩萨律藏的广律的这个要义啦。那这个地方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戒体这个观念。这个梵网经菩萨戒它是以佛性当戒体。我们刚刚讲佛性是什么本具的众生本具，而且跟佛同体
哦，是平等不二的，他是以这样的思想来持戒，哦，所以我们众生呢，本来就什么具足佛德佛能啊，跟佛同体不二啊，哦，那为何要来持戒？就是因为迷了嘛，我们的佛性隐没了，所以仗依靠我们这个持戒来把它显发，哦，所以放眼菩萨戒的观点是这样。哦，它是以佛性做戒体。那我们过去所学的五戒、八戒啦、十戒、具足戒，这些声闻戒都是以什么第八阿赖耶识当做戒体。哦，他的思想是认为我们本来就是凡夫，我们没有佛的功德，我们要慢慢的什么呀，断恶修善，慢慢的累积功德，我们的阿赖耶识呢，才会慢慢的转成什么？转世成智，转成真如，慢慢成就佛的庄严。那放眼镜的思想一开始的时候就叫我们要养性真如，叫我们承担佛性，哦，就像戒本里面讲的，如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性，戒品以具足啊，哦，所以他的观念是这样，先站在什么平等同体的这个层次呢，哦，站在这个体性上来修学，来持守这个梵网戒啊，哦，所以他这样成佛的速度呢，跟过去相比呢，那是快多了，有这样的好处。因为本具佛性嘛，我们只是暂时被烦恼隐没，其实本质啊，就是本来我们就是佛，哦，就像明月，天上的明月，暂时被乌云遮掉了，乌云在我们这个虚空当中盖覆的时候呢。天上的明月其实没有受影响，它还是在的，只是它怎么样，暂时怎么样，乌云遮蔽也没有照透到大地来。其实只要乌云一怎么样，一被风怎么样，被智慧风扫荡以后，它自然就什么，慧风扫荡障云盖啊，心月孤圆朗中天啊，我们那一念心中的那一种自性光明就会显发了。哦，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啊。哦，那因为菩萨戒是佛性的思想。所以它是尽未来际受持的，哦，我们的佛性亘古长存啊，从来没有增减，没有生灭啊，哦，不会随着你变成狗啊、猫啊或猪啊，或者你升天啊，它佛性怎么样都在呀，啊，哦，所以下辈子如果我们知道我有宿命，我们能够依此过去曾经受菩萨戒，那这个佛性呢还是在，不会因为什么改头易面啊、投胎啦。他就不在了，所以不需要再另外受菩萨戒。你意识到了，自然而然这个戒体呢，这个作用就现前。哦，这是菩萨戒呢，它是依止佛性起修的。哦，它是尽未来际的。哦，那声闻力就不一样，你受了五戒，受了比丘戒，它是尽行受。你这一辈子你寿命结束了，你的戒体也自然怎么样，自动消失。但是菩萨戒的戒体是尽未来际的，好，我们今天也大概谈到这边了哈，刚好把这个解释经体跟品体啊，大概谈过了哈，那下礼拜再继续来谈假二这个说明这个流传呐，还有翻译的这个过程。不好意思，我今天讲的有一点，哎，自己也，呀，你们听得懂吗？有没有听到灰哥哥？对的，阿内，感谢啊！有没有问题要讨论一下？请说。当时在那个第八页那里，就是他讲说意识网跟梵网这个部分，就是意识网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它是从佛的功德来说，然后过这个梵网它是以众生界的一个角度来说，是这样吗？对，你这样解更容易清楚。我本来要讲这个，但是忘了啦，没有讲出来。你刚好帮我补一下。对，可以这么说，就是地势王是站在果地上来，因为他能够护宛护色，好，然后这个重重无尽，那是站在佛的这种果地相状功德，好，然后梵王呢，这边有讲嘛，就是众生生成的这种因果不同，个别个别的差异。哦，所以可以，一个是站在因，一个是站在果，哎，对，有这个味道了哈，哎，好，还有问题吗？不容易啊，这个文字其实不好解，讲实在话啊。
那大家多努力，我们一起努力。对，好，那没有问题了哈，我们就向下问长，负债来日，好，回向。